大家好，我是焕新，这个答应大家做一局刘禅的主视角，这个一直是欠的，今天终于是给大家补上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那个看前也是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很多人把刘禅、刘禅是念错的，包括我上期出一个视频，也有玩家吐槽说你怎么念刘禅啊，为什么不念刘禅啊，这个是有原因的。首先这是个多音字啊，这个废话我先找一下视频。啊，视频去哪儿了？就这是一个多音字，禅是一个佛教用语，而佛教是在唐朝才来传到我们中国的，所以说在三国那个时期，这个字儿还没有禅的读法，只有禅的读法，这是其一。第二是，刘备另一个儿子叫刘封，他当时是想当皇帝的，所以跟那个儿子就把名字取一个词儿嘛，就封禅。想当皇帝的意思，大家是明白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啊，以后不要读错了。主公是孙权，这边像反贼的，这个是反贼，这个比较偏反，这个比较偏反，这个是远之位的 SP 忠臣，八号位的刘备，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一个节奏了。我们主角是反贼，这是棋手对于本轮游戏的一个分析。常有说貂蝉其实也能当孙权忠，但是说后置位的貂蝉绝对是偏反的，因为他有可能吸引到忠臣的火力。如果后置位的周瑜这个高嘲讽的武将这样子的话，哦，张春华跳中了，那我们一会儿要对于身份来进行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他在后置位是貂蝉，容易吸引到忠臣的火力，这种嘲讽是吸引忠臣方的嘲讽。虽然说你跳完身份，那如果前置位的话，这个貂蝉就是在孙权游戏跟你乌龙上进行一个交流，但是前置位貂蝉你能马上行动，不会导致其他忠臣和内奸对你进行集火或者对你进行压制，这样子的貂蝉才有给帮助孙权嘲讽的机会。但是后置位的话，很可能忠臣都熟熟牌，就比如说像现在张春华就跳了一个忠，就直接起手往死里搞你貂蝉。如果你貂蝉是忠臣，那岂不是在浪费主中方的输出吗？对不对？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主角直接放权。这个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就是专门给大家做这个山包武将主角的系列视频，放权也是专门是跳过自己出牌阶段。就是说刘禅这个人的技能享乐是对于一个保护自己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钝的，在一个贴身位孙权这边的话也是能防住主中方对他的一个进行的压制，因为想杀他有享乐的话，他必须弃一张基本牌，对于孙权来说是一个天然加一码保护自己队友了，而且对他手牌也有一定的威慑性。其次放权这个技能呢，就是完全要靠队友的这个盲补给，也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当然这个身份现在摆着错的，因为张春华跳中了，一会儿我们分析一下刘备和孙策。SP 赵云我觉得多半是忠臣，因为远之位嘛，这个孙策和刘备到底谁是反贼的。这边孙策继续跳忠臣强压貂蝉，貂蝉刚才也是很好的去把孙权压了一滴血。离间远之位赵云是让他们主中内斗去吧，让他们都去飞飞手牌飞飞血都是可以的。这边 SP 赵云继续压，也是跳了一个忠臣压远之位的太尔慈。那个放权也是需要，就是刘禅这个人通过略过自己的出牌阶段，导致他的出牌就是他的牌的消耗是非常低的，就比如说他刚才就弃掉很多的距离很多的，但是他如果队友有一个像貂蝉那种稳定的，或者像一些袁术啊这样子的方差英雄，这样子的话他放权就能产生一回合让袁术动两回合，这是多大的过牌啊，让孙权动两回合，这是多么恐怖啊。乃至于像貂蝉这种周瑜啊这种稳定性输出的都是可以，最起码你像张辽动两回合也是一个大排差的压制，不管怎么样都是让一些作用非常大的武将能提升，就是在一回合提升出来更大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放权的作用。这个所以说刘禅属于一个非常靠队友的武将，这个跟他老爸有的一拼哈。当然他老爸属于那种牌的有效利用要高于他，他是属于弃牌也要达到一个武将的有效利用，就是两种概念了，一个是牌一个是武将，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貂蝉的持续性压制对于孙权来说是非常有大的威胁的，所以对于主中方来说，要不你们迅猛秒掉刘禅对吧，防止对方，要不就是迅猛秒掉貂蝉。当然现在看的话刘禅有享乐这个技能是很难秒掉，再加上貂蝉这个防线，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刘备是跳了反贼了，这个也是可以预估出来，因为刚才三个中都跳齐了嘛。就是刘备的话跳一个反贼对于貂蝉来说很支持，因为他是后动，貂蝉闭月完还能通过刘备仁德，这样子你基本牌留的比较多就很难秒死了，所以这一轮反贼的位置再到反贼武将的作用还是不错的，就是起码效果是非常的明显。
啊，再加上忠臣帮张春华和孙策起手牌打光以后，效果就要掉一个级别了。这样子的话，慢慢就能体现出反贼方这个阵型的优势了。今天是一个反贼刘禅的主视角，我再有机会帮大家打一个刘禅主攻的主视角，这个再找吧。那个今天先出一下，就帮大家讲解一下。这边张春华也是想寒冰一下刘备，这样把刘备这个活动的手牌透明化，因为他是无法杀刘禅，就是说我们打刘禅一定要注意啊，人杀刘禅永远是要还要弃一张基本牌的，很多人都老忘，尤其是这几天，我看见很多人不太熟悉山包，都会出现这种误操作，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哪怕是你当时忘了这一点，你有基本牌，因为杀他一刀把自己基本牌弃掉，你已经杀了嘛，肯定不可能说不弃基本牌，那你弃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浪费，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算好这个手牌。这边孙策继续的选择激火貂蝉，那个保一下貂蝉必须的，貂蝉是不能死。这边孙策应该是砍刘禅了，因为距离是没有的。啊，有闪。这边刘备刚才不补也是，就是说，刘禅虽然说是也是需要主中方考虑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刘禅在对于他们来说威胁非常大。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刘备还是很少的会给刘禅补牌，因为他要弃过就是跳过这个出牌阶段会导致手牌的浪费，所以这个作为牌的利用率上来讲的话，刘备很少是会愿意给刘禅补牌的，但是怕这个秒，比如说现在刘禅被杀过一刀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这边赵云是想让孙策赶紧觉醒，这个杀了孙策一刀，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他也是没距离，那也只能杀一刀，也不发动冲撞，就是为了压孙策的血。这边太史慈虚报了，然后开始拼牌，先压孙权的手牌，避免他的爆发能力。这边主中的降面劣势还是比较高的哈，再加上刘禅有貂蝉的辅助，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这边太史慈刚才一轮再加这一轮终于是动了，看一下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直接是强杀，因为张春华压血线不太好，赵云是不敢打，所以干脆是把孙策往下压一压好了，那个压到两血也不给他觉醒的机会，完了再找个机会直接秒掉他也是可以的。貂蝉起距离这下的话孙权扛不过几回，我们把速度加快一点点，一杀一离间，这边孙权没办法了，保血线，因为刘备那边还有一刀，张春华空手牌，这边刘备给刘禅补一张牌也是保一下哈，刚才我说了一般情况下不给刘禅补牌，但是怕他死，因为他刚才也是闪过九杀的人对吧，那个还是补一下保险起见，起码刘禅活的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支持的。继续的使用放权，那个维持住貂蝉的那个行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禅还是挺蛋疼的，不停的放权是导致自己手牌留的越来越少哈，尤其是血线被降了以后，你虚报的效果就越来越低了，这个导致等于手牌上限减一嘛，你要放权对吧，永远都是你越过出牌阶段要先把那个高于血线的牌弃掉，剩下三张剩下那个跟你血线一样的牌，但是你还得再弃掉一张产生这次放权的机会。所以说刘禅虽然说是有享乐的保护技能，但是他手牌越来越少，尤其血线被压低以后，他的保护牌留的是比较少的，还是有机会把他搞死的。这边太史慈一个虚报，孙权直接去了。这个视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刘禅主角的打法，刘禅的技能的使用包括更正一下大家刘禅的叫法，不要去叫成刘禅，这样会显得你没有文化的。大家记住了没？行，今天这个身份局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好，我是幻心，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一场1v1的比赛视频这个周末是王战的1v1开始了。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啊，大家懂得，就这样子。我们是冷色，冷色有个好处就是起手可以进行一次的控制，那我们就选一些高攻的，对方暖色手抓了这个郭嘉，这也是有想法的，因为郭嘉的防御性比较好。我们来继续看，就是说很多朋友都说这个3v3啊是属于那种很看 RP 很看手牌的，的确是，但是说其实牌将选将都是有一定，比如说对方有大乔，对方有郭嘉，我这边考虑第一个首发的可能是郭嘉，大乔可能在2-3，所以我把诸葛放过来防大乔，最后放一个吕布，吕布一是属于前面有诸葛亮帮助一个打一个效果，其次吕布有个补刀的效果，因为他杀比较难闪，所以这边我们知道他这边是抓了一个暗的陆逊，这个是我们无法估算出来的。这边的话我们还是挺蛋疼的，那个
有个卡了一个顺手，因为沙比较少，我们就不决斗了。我们来虚报一个，那个因为闪比较少哈，武器就不要往出挂了，反正顺手留的也没用，万一人家有顺手，那就成了一个反噬的作用了。起了一个决斗，还是挺郁闷的。那我们来继续看，这个洛神实在是太不给力了。现在杀一刀没什么用，所以我干脆继续留杀，一是防南蛮，二也是能当闪用，防一下这个对方的输出。拆了我决斗了，这个决斗虚报还是对我来说挺关键的，可惜被人家拆掉。这边因为有加一码，所以我留一下青钢剑，就是一会儿方便我们进行输出。哦，起南看有些什么，有个加一码还是不错的。这边因为有一张杀，所以我就干脆杀一刀好了。南蛮现在放我觉得没有必要哈。一我闪比较多，是防寒冰的，不怕他寒冰掉我的南蛮。二我也是觉得现在去着急放造成不了血线很大的差距，而自己留的哦，我们看这次给力的。这下的话我们就首先来决斗，看一下能不能，如果他有一张闪有一张杀，哦，他这边没有，我们再放南蛮，这就是我刚才所说想留南蛮造成的这个效果。杀我就，哦，我决定还是不杀了，因为我觉得对方没杀肯定是有闪，所以我们干脆留一下杀，防一下对方可能起的二杀的牌，避免我们血线造成这个浪费。对方也是觉得寒冰没什么用，换了一个东西。继续不愿意杀，因为我只有一张杀，我要多一张杀我肯定会杀的，所以我们还是淡定淡定啊。对方可能拆我的青钢，哎，果然是，这下的话我们距离也需求了，顺手我就先扔了吧。虽然对方没有负一码，但是我觉得留顺手不安全，刚才我们创造的优势一会儿就没了。这个乐还是挺尴尬，唉，这个我们来就看一下，一会儿多会儿出过差了。对方也是直接优先神装了，这个还是挺郁闷啊。不过对方好像断了半天啥了，哦，起了个过差，漂亮。哦，起了挺多过差，我们来看一下啊。人王是肯定要拆的。有个无懈对吧？对方是没有杀，我先把距离接过来。哦，把偏出来一个无懈也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闪吗？果然是闪。我现在起码他下一轮就算是一张闪，我也有可能压他一滴血，所以我干脆把那个闪打光好了。又是这些牌，太让我失望了。哦，对方起啊，吓死我了。这个我们这个虚报的过差就有用了。不过对方是没有杀的哈。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对方都是些什么牌。把这个先拆掉。因为这个他要多杀的话会造成我们的伤害的。闪电这些都先扔了吧。这下轮我们是神装了。留一张无懈，因为现在我觉得去用输出牌造成不了什么优势，所以我干脆再等一轮好了。
来一次给力的洛神。我们有杀，我们就自己防好了。无懈还是防他拆我的装备。果然是他是先放那个骗我们的无懈的，还好我防了他一手。洛神，洛神啊，漂亮，我们要爆发了。嗯，来吧，没拆到闪，我想先拆一张闪看一看。哦，哎，对方是桃比较多。我们来看继续下次的洛神能不能成功。哦，只要出这些东西就好。来吧。哎，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往过借了。万一他有一张杀还造成什么连赢，避免还要清我的牌，干脆留的什么吧。郭嘉是起手未知牌，所以我还是比较不放心，所以我要留杀来防御一轮。看一下情况，如果我杀他搞得太猛，外头还挂了一个那个连弩，我是弄不掉的，这个还是比较心虚的。嗯，现在我们就这个八卦国家更不需要杀了。哎，我靠，这什么八卦啊，太不给力了。国家我觉得连弩是没什么用了，用连弩强推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给力一下，我日，这八卦有和没有真是让我太不解了啊！这个闪电是太给力了，对方我要找一个方法弄掉闪电。哎，可惜没有啊。这不行，我们得尽快的把闪电弄掉，要不他每次英姿一下是很麻烦的。啊，而且如果劈一下，人家也许就爆发了。给个红。对面是无奈，别劈啊，亲，还好还好。现在我们第一要素就是，刚才对于我们来说是优先把这个八卦阵搞掉，而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他拆可能拆我的什么？拆我的加一吧。我不愿意给他，因为刚才他扔顺手了嘛，万一虚报点顺手什么的。哎，这个八卦我们是不用指望了。这个闪电不弄，我一直很担心。哎，好不容易出一个顺手，还被我判掉了，以后八卦是不是就可以不使用了？哦，黑桃九，黑桃八。那我们先拆这个闪电哈，闪电对我们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一会儿我们再找机会搞八卦阵。打一 v 一就要有很大的耐心哈，大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哦，起了一个顺手，那我们先拿回来，因为没有防御牌没必要换顶装备，这个是大家要把握好这一点。哦，终于是给一个面子了，我靠。
哦，那我们来看，因为我杀比较少，对方挂的丈八，我不敢决斗，万一人家怒了拼了嘛。这个我主要杀一刀，完了他肯定要卖，完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弄。这个寒冰留在下一轮，那个等他乐完了我们打。哎呀，我日，竟然天妒了！我靠，这什么 RP？气死了！就是说寒冰留的，我们在他乐完以后，进行一个。飞雪了，决斗和寒冰我都不想认。这一下白白把我们那么好的一次战绩，因为我觉得他肯定留一些高质量的牌。五蟹我们要留他防拆我们的加一，所以我五蟹是留一下，但是对方好像也有五蟹，这个有可能是我网卡哈，今天网一直不太好。啊，果然是网很卡啊！大家也就看一下吧，反正单挑网卡也不太碍多大事。回合轮换比较快嘛，弥补错误比较迅猛。哎，起了个这，这个时候我们就换寒冰了。寒冰是优先去把他的手牌打透明，看一下他手牌都是些什么。哦，对方也是。留了点东西啊，对方可能是知道我有手上有无懈，既然拆掉他一个桃子，我们就压他一滴血吧。哎呀，我放了万箭也是预示着我肯定不会用决斗，主要一滴一滴的打不急，反正就看这种情况嘛。判个红，对，妈的再不判红我就该用决斗和无懈闪了，这让我多伤心。保持一下血线嘛，这个保持血线是维持虚报的一个方式。这个怎么密啊？一会儿我在 Q 上找他。现在只要你郭家回不了血线，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哎呀，我的寒冰去了，这个心疼死了。乐倒没事，我满血线，他把寒冰扔了大概。哦，他没扔，那我们还是有机会的。这个我们的寒冰啊，千万不要再吃桃了。哎呀，这个完了，人家如果寒冰成功。就是有一个拆，那肯定成功了。那我加一马，负一马大概都没了。这一下郭嘉这个留寒冰太漂亮了，直接是把我们从很大的优势打成一个劣势了。而且我正好是没有闪，刚才没觉得他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会有黑的嘛，能当闪。这一下的话就悲剧了。连旁观的人都觉得我竟然能当闪啊！对方也是又吃了一个桃，但是能给我们一个乐也是可以的哈。一会儿我们再乐一下他，他即使吃桃，他也还是二血二手牌。我们来看一下洛神，因为要用决斗，所以我要挂出一个丈八吓吓他，避免他逼的我。这个为什么先决斗啊？因为杀比闪多，所以我先决斗完了后杀。大家要一定要把握，但是如果我先杀他卖血，那出那个杀的几率防决斗的概率就更高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先决斗后杀。我日啊，怎么轮轮天都的？哎，这个1v1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了，而且人家也老天都，这个实在是比较头疼。我们来看一下郭嘉有没有杀。哦，这个出个钻石，这个钻石我们也得马上去速度解决。我们这边也添度了，还好。我想想啊，我们让他透明一下手牌吧。现在我决斗，下轮他手牌更，反正是要钻石，我肯定要溢出了。不管怎么情况吧，我们还是虚报一轮看一下情况。
吓死我，还是他要跟一个啥，跟一个啥我就头疼了。哦，我们现在有钻石，这个有钻石就好好多了。钻石对于我们来说是强杀国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边的话，我可以杀一刀，但是外头刮的闪电嘛，因为他直接就劈死了，我这杀能留下，那也许就省了我这一刀了，因为我杀没有多余的杀，对吧？而且新手牌，所以我不舍得去用。真金还是维持血线比较好。嗯，现在暂时先这吧。他不撑起三血线，还好吧？就是说，起码随时他闪，虽然说给他阴资的机会，但是他也有被劈死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还是不错的。对面手牌还是质量蛮一般的，我来看一下洛神有什么效果。这次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先决斗，完了他打成他一血，然后拆逃，完了直接灌死他。这个是我们这一轮的战术，直接进入。下一轮的好优势啊。好的，那最后进入最后了。夏侯惇的话对于甄姬来说是不太心虚的呀，那因为我们的牌比较多，每次洛神收益比较多，这样子的话你即使让我气吧，杀一下气，留一个八卦还可以的，杀吧。因为八卦阵就是闪嘛，所以留闪留那个无所谓，而这个的话他拆有八卦阵我能补一个这个，所以留八卦阵。现在我就要淡定点打了，那个如果还不是很多的话就暂时性不要随便杀他了，因为杀一下我让我弃两张为了维持血线是很亏的一种行为，尤其是我手牌少容易让对方出拆强秒。既然前头打得那么好，把握住这个一穿三的这个节奏，所以我们就打得稳当一点点，不急。反正夏侯惇和甄姬拖后，我们是稳赢的，对吧？天度啊，对面有个手牌上有个无懈，漂亮。我看看啊，这个把无懈先骗出来。我们是肯定要弃牌的，所以灌吧。灌杠不管，流沙吧，因为我那个黑沙还想留的那个维持住自己的输出。哦，我的八卦阵伤心死了，虽然说是我有惯势八卦阵作用比较低，但是沙闪基本牌防御效果比较好。哎呀，没黑呀、啊！这就是我们的排序处理。如果我先拆，我无中开出来顺，不就拿不到这个八卦阵了吗？所以一定要先看完所有牌，才知道你本轮的排序。而那种一看有过拆，先拆完再去看无中的人，就很哎。我其实刚才这个失误了，我这是。真心失误了，因为过拆应该拆闪电的，不过反正优势级无所谓。哎，太这个失误的太丢人了。哎，不过也是还好吧，就不要被劈死。我们两个拆，一个拆闪电，哦。对方竟然还有无懈保闪电，那我这个肯定是先拆闪电了。青钢剑一刀威胁比较低，我又卡了。今天网的确不太好，再加上我今天声音也不太好，大家就随便听一听吧。这也是为网站一v一做一个提前的预演，一是帮自己输，因为自己打一v一真心是比较少的。二也是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嘛，因为我的防御牌比较多，我就。试一下。
这个时候有八卦阵，我就可以去强灌一下了。哎，这就既然他闪，我们就不灌了。他要是没闪，他刚烈，我们就可以弃牌。哦，他还竟然因为不急啊，所以说南蛮我们续报一轮是可以的。我牌比较少，也不想太造成过多的浪费。他刚烈还有一个红桃，我们是赚大了。他刚才报的没闪，所以我就干脆不先拆了，我先杀。这样子的话，他闪就闪嘛。如果他不闪的话，我就可以把过拆什么当了，反正就一刀磨磨，对吧？过拆现在拆也没什么质量高的牌，所以说干脆就这样子慢慢耗就行了，只要是球稳住就可以了。哦，我的灌石呀，这个清，这个灌石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可以他没了我就头疼了，这个只能说是。因为有很多桃不用弃牌，所以我们干脆放了，放了费血，我们也是可以的。有个红桃的，那个接刀我要留的，一会儿拿灌石，我不知道他多会要挂出来。哎，这下的话手牌比较多，我们就要稳定球在对方能费血，所以我要。先拆后杀，能拆到他闪，赚个便宜就可以了。哦，对面终于不给力了呀！他刚才灌石已经没了，接刀可以留了，接刀可以扔了。这边拿个南蛮，他拿加一还是南蛮呢？然后他还给我上过来南蛮，那一会儿我们又可以双杀了。只要我洛神多点牌，洛神都不给力啊，那我们一会儿再去双杀吧。官方一局游戏是40分钟哈，那个禁鱼级，私禁加鱼级，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也是方便大家提前。哦，这个判的不错哈。那个五中反正给我也是影响我洛神，这下的话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决斗南蛮了。哇，这个虚报直接把他打残了，如果这次再成功。我们费一滴血，费一滴血吧。就是洛神如果再给力一点，多给几张牌，连血都不用费，而且还能留很多的防御牌。甄姬在单挑中还是非常强的。对面是想看能不能搞死哦。对面这也是虚报的牌啊，对面是打了一个小虚报，那个顺走这个牌，找个机会能秒掉我。哎，没有完成大家一 v 三，不过基本上已经是确立胜负了。这个他再逆天他也搞不过我了。哎，对面有个，哎呀，这下我们还挺心虚的哈，没闪。刚才关心两杀，往下又是两杀。如果人家再出一张杀，我还成一血了呢。不过出来一个，这还是不错的。看一下能不能杀死他。反正闪电挂出来对我们是。不错的，那行，今天这个视频也是稍微，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 1v1 的过程啊，包括选将啊和选将一些思路，包括一些打法的思路。比如说这个打 1v1 不要求急，以稳为主，对吧？那个
不要说是更过早的去把自己的输出牌全消耗掉，一是打不破对方防御，两个人一v一牌就那么多，对吧？容易拿到桃，容易能控恢复牌，这样子的话你没有输出牌在以后比较疲软，其次的话没有防御牌是比较头疼的，那个容易让对方去小续报。你看刚才夏侯惇一直被我压着打的，但人家也是稍微续报了一下，找了一个机会，就是上一轮我决斗加南蛮把自己手牌压得非常少，找了那个机队直接是秒掉了我真机没有完成一穿三这个想法，所以说这个 1v1 还是挺讲究一些小的技巧，当然还是比较看手牌的。行，今天这个 1v1 的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